这是奇侠圣殿，没做梦吧？瞧这多气派，飞天犀牛大师的盔甲上面还留着刀枪伤痕。哇哦，勇者大刀，听说绝对锋利，看一眼就会被割伤。哦，这是隐形天命三叉戟。我只见过这幅画的冒牌画。啊！呜！啊！不！哦！呢喃武士们的灵坛，据说装着整个天守大军的亡灵。有人吗？观光到此结束了吗？啊！对不起，我应该先来看你的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哦，这。反正你也没地方可去，你转过身。行啊。哎，你好，怎么把五千个？哦，是师傅。有人打碎了它，不过我会把它粘好。你这有没有胶水？